梁國雄議員，請你根據《議事規則》第十七點數點人數。梁國雄議員，而家我哋點人數咧，你移開啲你台面嗰、那個嗰塊標語，唔好遮住你自己個面。梁國雄議員，主席，始作俑者就是我，所以我而家講啦。第一個我要回答的就是，有人話我拉布係會令到政府癱瘓，咁其實我已經對記者講好多次噶啦。如果財爺係想呢個與民生息、與民為善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章。公共財政條例的第七條呢，是好像他較早之前呢是申請這個臨時撥款一樣，是可以繼續的。那你如果你老人家又好像去年啊梁振英要僭建五司十四局這樣給他打尖呢，開位呢，那次就拿來討論，你將議案先行咁就得㗎啦，你兩位搞掂㗎啦，你得閒揾佢曾，大家都姓曾嘅，都係曾子之後，吾日三省吾身就搞掂㗎啦，所以唔好賴我哋。泛民主派覺得你哋兩個搞唔掂咧，係佢哋膽怯啫，我一啲都唔膽怯，因為我相信你兩位咧都唔係壞人嚟嘅，唔會置萬民於倒懸㗎嘛，我都講過啦。長毛議員死了，你都有個責任去令到窮人繼續生活，或者是改善生活，就是全民退休保障。各位，你們曾子曾門後代自己搞定，不得再找曾德成，所以你不要賴我們。如果不是的，麻煩你澄清，不是就不要再說，否則是無恥，現在已經不是無知了。第二樣我要回答司長的呢，咁佢就話有福利主義，咁佢就引咗一位美國政治家嘅講法，就叫做要遙望繁星也要腳踏實地，呢個羅斯福，老羅斯福啦，係咪？咁你引佢啦。咁人哋個小羅斯福即係話更加晚近嗰個羅斯福講乜嘢呢？過咗幾廿年咯，佢話我看到這樣一個美國，哪裡的工人不會在風華正茂時被一腳踢開，哪裡的人們不會世世代代受窮，哪裡的窮苦農民不會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哪裡的青年不會在壟斷的淫威下黑土工作。我看到這樣一個美國，哪裡的勞工界太平無息，工人真正獲得了自由，並且通過不受外力控制或內部獨裁者控制的強大工會，能與企業主和經理一起在會議桌旁佔有合適一席之地，由於自身的力量和法律的保障，他們的尊嚴和安全得到了保證，進入暮年之人能夠安度餘生，養老金和保險金將理所當然地頒發給這些為國為民忙碌了一生的人。我為老人家爭取，大部分都是忙碌了一生的，即使是因為你們的制度腐敗沒得供強積金的人，那些我們尊敬的老年的女長者，我爭取五百億為他們做事有什麼錯？你還在說阿哥，你講我，你話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講得好 ，quote 得好。我話你就係你咁樣嘅態度，唔做呢樣嘢仲要鬧我。其實你講嘅係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庸碌，直係庸碌啦，因為你唔做嘢啊嘛。但係你庸碌都唔緊要，仲有啲人因為你嘅庸碌抱住大腿不放嚟鬧我喎，咁就離譜啦！嗰班人就點講咩呢？就係話長毛嗱，我啲同事就咁講啊，
你有你的生活，你有你窮人的生活，你有你爭取全民保障退休嗰啲人嘅生活，我有我的屋足邋遢。主席，答完呢樣嘢，我答第二樣嘢。嗱，我哋就俾泛民主派咧，就話我哋不講道理，冇預告。阿哥，12月7日當剪報完之後，我對全香港嘅長者道咗歉之後，我話我已經失敗咗啦，小弟無能。而家叫工聯會、民建聯、工黨、民主黨、自由黨去做翻佢應該做嘅嘢啊嘛！過咗4個月，同梁仔食早餐食咗一餐，同你曾俊華食雪糕啊食咗一餐，有冇講過？幾時講過？講過乜嘢？曾司長，佢哋唔交代，你交代啊？有冇人叫過你啊？係咪你冥頑不靈啊？如果冇嘅就話冇，做一個忠實嘅人，即係冇啦。有冇話如果你唔做會有後果啊？冇啊嘛，我話咗你唔做會有後果啊嘛，咁我係咪言之不預啊？第二最卑鄙嘅就係民建聯，即係我聽到阿陳家唔喺度鬧我哋，仲喺度鬧咩高地價。佢最近喺大圍話讓咗間鋪套現9000萬，真係恐怖，平均利潤率15% 都1300多啦，自己喺度食緊屎就話個屎坑臭。仲有陳克勤啊，一個地鋪賺400萬啊，你乜資格鬧財爺啊？自己食屎鬧屎坑。葉偉興議員，喂，事實嚟喎，自己食屎鬧屎坑係啱喎。梁國雄議員，我認為你講嘅呢個唔係譬如嚟嘅咩？我認為你呢啲説話咧唔適宜喺議會裏邊講嘅。咁唔講啦。請你小心你嘅語言。明白。自己食肥叉燒，鬧叉燒鋪污糟，慳啲啦你。各位，仲有就係譚耀宗真係頂人。譚耀宗喺1994年向住個末代港督大仁大義聲明，就係話佢哋爭取咗幾十年，即係話佢當時係身兼兩任兩會噶嘛，係咪？係呢個工聯會同埋民建聯啊嘛。佢話我做咗幾十年啦，爭取唔到啊！佢要爭取乜嘢呢？佢話要爭取三方公款同埋一件上衣同埋一條褲喎。上衣係乜嘢呢？就係呢一個三方公款嘅中央公積金，嗰條褲呢就係、派俾老人嘅老人金。咁跟住佢講咩呢？佢做唔到之前點樣呢？每人派2300元。咁民建聯是理性㗎啦，係工資中位數嘅30%，當年係2300元。而家嘅工資中位數係幾多錢啊？主席，你有冇關心民生啊？民生啊，4030元啊，哥，派2300，你喵喵聲，又左審查右審查，食咗佢啊！我就唔講啦。呢個譚耀宗係咪食碗面反碗底？咁跟住而家仲鬧我喎！我想問佢啦，佢話而家做唔到當年佢講嗰陣時候嘅財政儲備幾多錢啊？1000多億啊，1300億啊！而家我哋嘅財政儲備係15000億啊，就咁拎出嚟都即係10倍以上啊！咁樣做唔到啊？咁啊！當時係講乜嘢嘅？同彭定康食咗佢啦！你哋講嘅嘢就天下無敵。19年前啊，都話做到啊！而家又過咗19年啦，你拉咗幾耐布啊？你個莊嚴承諾幾時實現啊？講嘢，我今日嚟幫你做，你仲要鬧我？唔信啊？上網睇啦！主席，千真萬確，咁你話佢有乜資格鬧我呢？係咪話冇錢做？原來以前少咗10倍錢都叫人做，仲要雙管齊下喎。阿哥，仲要1995年又講多次喎，所有投票嘅人包括民主黨前線全部都撐喎。今日又過咗18年喎，而家就因為驚我小弟喺度講嘢，俾阿財爺嚇佢，話我有錢都唔攞啊！
我係咁啊，唔得咩？我係要餓死香港人啊！趁長毛俾人鬧咯，何不食肉糜啫？咪叫啲綜援户食肉糜咯，冇飯食。主席，實際上係太卑鄙啊嘛！自己話做嘅嘢咁啦，好啦，當日譚耀宗神乎乎地做政治嘅代表，咁所有嘅泛民，即係而家泛民嘅前身，冚唪唥又支持喎，咁點搞呢？十八十九年啦，邊個拉布？主權未回歸，就話英國人搞，港英餘孽而家喺度啦。咁啲過氣老共點解會咁啊？鬧咩人哋港英餘孽啊？慳時間啊！你話呢一個有保障就冇經濟發展，咁國內搞社保做咩啊？國內搞社保係想去冧咩？你識唔識㗎？如果唔係，冰島啲央行當時嘅國際投資銀行點會輸咁多啊？個個去美國賭房貸美、房利美輸錢啊！唔係因為冇錢俾啊，係佢攞咗嗰啲應該俾人嘅錢拎咗去賭啊！就好似呢個特區政府一樣，為人之視為不孝。我哋有三萬億嘅錢，拎得出嚟都有萬五億，即係話曾俊華你有15,000蚊袋一袋。你個老豆同你講：仔啊，我今日生日，你俾五百蚊五嚿水俾我買一個終身保險得唔得啊？以後唔使煩你。你話老豆唔得啊，我儲住啲錢啊，我點知聽日有冇嘢做啊？我點知你就係會唔會問我攞啊？我唔會俾你噶，除非你就餓到就死啦。為人子視為不孝，執政者視為不仁，撐佢嘅視為不義。再差佢视为无耻，不仁不义，无能无耻，有乜资格同我讲嘢啊？历史文献啊，全部人都话做啊！2006年啊，谭耀宗再率领民建联投票啊，再整多次话撑个李尚仁啊！全民退休保障啊，2012年棄權啊，邊個拉布啊？邊個食鹽自肥啊？邊個食屎自肥啊？主席，本應我唔想咁怒氣，我實在上亦都好大壓力，俾人哋咁樣攻擊法。主席，呢、這個郭佩凡就話個劉山話我要老婆包生仔，錯。呢、這個政府同埋你哋就好似一個仔女，話一定養老豆老母，或者一個老細話同人供咗強積金，我應該同你供，冇供到，知唔知啊？70萬職貧長者而家日日喺度捱緊，調轉咗啊！我唔係大男人主義，叫佢唔使咁講啊！我娶老婆咪叫佢包生仔，我娶老婆錫佢愛佢，你問主席就知噶啦，係咪？咩人嚟㗎？咩擁躉啊？搵老婆包生仔，仲有啊！政府如果搞唔掂點，我就答咗啦。我咪同佢講咯，喺邊度跌低咪邊度擒起身咯，喺邊度跌低邊度起身啊嘛，係咪？喂，咁你又搞到喺邊度跌倒喺邊度撞身，明明起得身攞得錢嘅，我係要死啊！我你死你唔死我，你死我唔俾你死咩？不過你話你死咗之後會累死其他人啊嘛。聽唔聽到啊？郭佩凡答俾劉生，政府係可以喺邊度跌低邊度起身，而唔係喺邊度跌倒邊度撞身，仲要香港嘅窮人陪佢撞身，唔係為咗應酬大陸嗰班官僚，係要攞1億冚冚聲，係應該用我之前講嘅方法，喺佢拉布受到呢個阻撓嘅時候，係即刻嚟攞錢。主席，我唔係好鍾意返你呢度，而家越嚟我真係一入到你就腳軟，因為我覺得係入咗呢個動物農莊。動物農莊最後尾就係話班豬喺度唱歌，咁啊睇下嗰有個人喺出面睇佢呢，都唔知豬同人，人又好似豬，豬又好似人。我希望我係人，不過可能我係豬，近豬者豬嘛。